朋友们好，学习何必用钱弹感情这首歌的简谱试唱，重点要注意：一、切分节奏中的切分音为重音；二、后十六分音符和附点音符的时值要掌握好；三、对一个八度音程和两个七度音程要处理好音准。难点在第一行和最后一行。好，我先唱一遍，然后我教一句，大家学一句，最后大家跟着音乐多加练习。我们开始吧，走起。啦啦咪来咪来哆啦哆啦哆咪哆哆啦嗦啦。